这是一个口误，口误。那你觉得这个中华民国地区，这个是一个中华民国是国家，这个是一个口误，就是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嘛，有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，这很清楚是我一个口误嘛，就是台澎金马，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嘛，就是如此了，是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。那我现在因为时常一个口误啊，被抓的就穷追猛打。我怎么可能会讲这样子？一定是台湾地区、大陆地区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，所以这种东西再去做文章，再去抹黑啊、追打，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，就是一个口误。那在高雄接受访问啊，那我们台澎金马，我再讲了，就是捍卫我们中华民国，捍卫我们的民主制度，以及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，就是台澎金马、台湾地区、中华民国就是如此。那我觉得很多有心人士不停地抓着我的语病来打了，我觉得特别澄清一下，好吧？那如果有机会再反送中的行程，你说什么？您是不是回避反送中？我没有任何回避啊！我昨天已经请了我们副市长跟教育局长去，我现在在行政院开院会啊，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像孙悟空一样分身呢、啊。我当然关切香港，但是很多人说为什么不去？为什么不去？我今天要参加行政院会啊，昨天我忙了一整天，气都没喘过来。我今天回去之后还要跟得市长奖的国民中小学小孩子照相，不是不怪我，事情非常的多，但是关切这些支援香港的这些学生在高雄的，我还是非常关心。先请副市长，再请教育局长，我哪有回避的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你觉得？